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呢。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燕儿，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你赶紧把外卖送了。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看来这是真的了。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剪刀。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水果刀，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窗户，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谁送外卖你呀？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我刚才是有一点。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我不是的，这个。再见。看。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这里不需要你了。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你不需要我，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我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又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五星好评。我现在，你走了我就给你评。不是你，我看着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你走吧。嗯。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毛八毛的。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你干嘛？别撒手！别动！哎，我绝不放过他！别动！我不放过他！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我没动。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你想象力太丰富了。还我想的太不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哎，别，哎，别老跪了。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绑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呢，我太惨了。你怎么惨？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你太逗了，惨不惨？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哼，爱情多重要呀！我也经历过。信吗？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真的？她白不白？哼，比我黑多了。那她长得好看不？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咻，哇呀，我飞，我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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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跟人讲理呀、啊。好厉害！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绑树上打的，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又黑又惨。快回来坐了。开心了吧？嗯，好多了。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现在不想报仇了。你给我，他就废了。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他练过跆拳道？嗯。不怕。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天哪！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还有人参呢。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些东西吧。看看 ，What's this？ 榴莲。It's 榴莲。Yeah。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嗯。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嗯。对不对？爱吃的人很爱吃，不爱吃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啊，看着挺圆满，没有用啊，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我是鸡汤。你还鸡汤呢？而且是小乌鸡汤。小宝，谢谢你啊，谢谢你安慰我。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我不信这玩意儿。你什么意思呀？咋你后悔了？
你后悔了我还回来。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我是想真心谢谢你的。我们去看电影吧，大年初一《大闹天竺》上映了，可好看了，走吧。大闹天竺谁演的呀？对，我有王宝强，有宝宝，走吧。那个什么，你还是把那五星好评给我先评了吧。我一定给你。但是我这人吧，生活当中我就不愿意欠别人。快点儿！刚才亲我那一口，我想还回来。送走了鸡年，迎来了狗。迎来了狗年，关于狗的形容词啊也非常多，一狗当先，二狗戏珠，三狗开泰，万狗奔腾，越说越找笑。不说那么多没有用的了，今天办个正事儿，去看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今天这个事儿能定妥的话，我跟你说，我就一切都妥了。我跟我这女朋友，他们一看就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不是，谁说不是？谁？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回家去，真的损塞。我叫来，你看看，你看你是不是天生一对儿？你们就说配不配就完了。亲爱的，大力。你说咱俩配不配？配谁？你妈跟他一起配，你妈跟他一起配，卖单不怕烂子大。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准备好了。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上来我看看。在这儿呢。这是酒啊？酒是酒心巧克力。这够一斤吗？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那给我妈的海鲜呢？海鲜在这儿。这是海鲜呢？那虾片有虾味。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外面的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行了，赶紧走吧。我害怕。你害怕啥呀？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嗯。我昨让你背你都背下来了吗？我背着6336。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啊！我一句不多说。走吧。哦。阿姨，你好。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你家啥情况啊？别怕，看我的。妈，我回来了。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哎，妈，这儿呢。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妈呀，妈，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啊，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太。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打开他就不敢看。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63。妈63，我妈63，你呢？我36，瞎蒙的，没错吧？这岁数36，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研究什么呀？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是保密单位啊。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是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你哪儿毕业的呀？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挖掘机呀、啊。那个阿姨，是不是野外的？你咋知道呢？看这样笑。我抱着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让我抠倒了。那个，你爸妈都白吗？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不是。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在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混血儿聪明哎。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对呀、啊。妈，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呀，我让小宝说。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说重点，妈。说浪漫啊，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伏尔加河在印度。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也不是尼罗河。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什么重要？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呱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样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哎、呀妈，这你是找的这是什么呀？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对。咋的？我投诉你！你投谁呀？你诉谁呀？他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他不问了吗？问我那不吱声，我装哑巴。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我租的你，对吧？租也不好听。那你要啥？选。好，我选的你，是不是？对呀、啊，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吓出病了。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对。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当时我给了你1500了呀。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为啥呀？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不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啊？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对。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就说和尚呢，你信不信？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OK， 那就这么敲了，来，成交。你把他们叫出来，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我饿了，哎，来了，哎，吃饭吧，啊，哎，阿姨，哎，来，哎，阿姨，阿姨，请坐，请坐。哎呀，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没人过生日。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别演了，别演了，我们全明白了。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对，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妈，嗯，等一下子啊，你家 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货请来了啊！不不不，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是是是，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人呐，在一起也不容易。嗯，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爸爸妈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你啊，小宝。啊，今天喝进来了，我坚持啊，我坚持不吐你车里头啊。哎呀，到了。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呀！哎呀，这您下车慢点啊！我慢点，我下车我会特别小心的。哎呀，特别大哥呀，驾个车怎么这么隆重呢？我一喝多了吧，我就觉得这样才是我的世界。别往前面了，前面是垃圾箱啊这边垃圾箱啊。对。那边也不行，那边下水道。哎，起来。也没个正经地方啊。哎呀，代驾当的，代驾，就是带着客户的东西，我还得架着他。你喊老妹儿，我是代喝。代喝？
啊，领导一急眼，我呱呱就搂两杯，你知道吗？你家到底在哪儿啊？这我重新定个位。哎，不是，你这上哪儿啊？你这慢点，大哥。哎，你别摔着了。没事，我这条业务我老熟练了。慢点，慢点啊！你就扶我上来，你下来，下来，下来。哎，这是楼口不？啊，是啊。各家各户，把灯打开。我是谁家的？找点声！这大半夜的，你不怕扰民啊？哎呦，大哥，你快下来，别摔着！这大过年的。我这样啊？你家到底几零几啊？我老婆说了，再喝酒，我就从咱家那五楼跳下去。对，俺家是五楼，502，502。妹妹，你哈，你工作你完成了。对啊，你可以开车走了。我是有职业操守的，要对客户负责啊。我还是扛你上去吧。我妹妹，你是个女孩子。哎呦呦，别废话了，快起来。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孩。我的妈呀！妹妹，听话。妹妹，妹妹呀、啊，你别动，妹妹啊，哎呀，太倒霉了。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子，哎，太倒霉了我。哎呀，快给我下来！哎呀，哎呦，哎呦，这大过年的。哎呀，妹妹呀、啊，你也太瘦了。哎呀妈！还嫌我瘦啊？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我这代价当的，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这是啥呀？这是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块，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擦一下啊。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咱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我松不松？我不松。我数三啊，3、2、1。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我说的是我得走啊。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那对对对，我走走走，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哎，醒酒了。你，no。他是谁？宋小宝。他是那个。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我是、那个。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对，送我回来的代驾，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对，
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这时候拍多难看呢？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我是代驾。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能冷静、哎、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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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对，人家是好心。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啊。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黑咋了？之前我不是挺白的吗？不是你推荐我说下载一个小红书 APP， 那里面能找到我想要的生活。于是我发现那里面有个美黑攻略，推荐我到泰国晒一晒，晒完之后回国都费劲了。现在不是你告诉我的吗？现在你就不承认了，成这损猪。回去那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媳妇，你这点过分了。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对，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他这点干嘛呀？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宋小宝，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一边去！我看看谁？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老大，你撒宁啊？老大，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你是不是欲盖弥彰？不要看，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你、哦、
送啥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听吧，听吧，听吧。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代驾能用得上。这个不好拿。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是我老公小红书 APP 上面看到人家种草分享，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经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大丈夫能屈能屈，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哦！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多好，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姐，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哎，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别，不会放过你啊，宋小宝！我咱俩没说，你不要，大家，你说你这孩子，你们家是故意的，你站出去！自己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直播间一直不敢关灯的咖啡小宝吗？哎呦，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不重要。哎，小伙伴们，一会儿啊都来我的直播间，双击加关注美妆颜，约定你了。这么多老铁，一会儿啊都到我直播间来啊，来买我的货 ，OK？ Thank you。赶紧开工了！哎呦，这么多货上线了。宝宝们，我来了！宝宝们，我也来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啊，是非常实用的，宝宝们出门必备的纸尿裤。冬天来了，你看哈，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容易缺水和干裂的，所以呢，这款产品主要啊是针对于0到8个月的宝宝。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均匀的抹在脸上，就像这样，哎，然后呢，抬起宝宝的小屁屁，把产品呢垫在下面，然后啊，你记得要用双手这样轻轻的拍打，轻轻的，哎，这样有助于吸收。用完之后啊，这小屁屁呀，干爽一天呢。你小点声儿，用完之后啊，你这小屁屁特别的滋润。开门小宝，干嘛呀？过来，老铁们，等我一会儿，干嘛呀？你影响我直播了。你还有影响的余地吗？公司的业绩你都差的不能再差了，你要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有啊，谁呀？你啊？我怎么能排第一呢？你都那个销售业绩，半年最低了，你不知道？还半年了，我刚来公司6个月。懒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什么儿童产品啊，我随便挑一样直播卖，我都比你好100倍。我怎么就不信呢？你怎么就不信？我一天我嗓子快喊破了，都卖不出几件去。我告诉你哈，宝宝们，我来了，今天给大家推销的呢是几款儿童产品，你给我转过来。然后这个儿童帽啊特别的可爱，现在非常的流行，是那个兔子耳朵儿童帽，它非常非常的柔软，最重要的是戴上了之后啊，你的宝宝会特别的可爱，看。自从我儿子戴上这顶兔子帽之后啊，他就成了班上最亮的仔。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亮的仔，超级无敌亮，太阳的白。看到没？看到没有？数字事实说话，没有翻百倍也80顶了。哼，要不是我这模特当得好，能卖80个，8个都卖不出去，信不？你不服气是不是？我不服气啊！我的产品你随便挑一样卖，来，你要能到80瓶，也算你厉害。我向你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我就是没涉猎你们这个行业，你知道吗？来，你就推销这个。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白护肤。你说我卖美白护肤的，我自己一看都长笑。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招笑，你赶紧的。推销这东西得讲故事。好。小的时候妈妈总担心我，担心我天黑出门，不是怕我被踢着了，就是怕我被踩着了。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尤其是在天更黑的时候，我都摸不到我自己。所以说有了这款 Good 白牌美白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踩到了。顾的白不是让大家走，哎，别走，别，不是那个顾的白，我说这个顾的白吧，是鼓捣鼓捣就白了。你这样，你给我试一下，你给我，我跟你讲，我人都快走光了，你给我卖货，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就来啊，不着急啊，不着急。是啊，我穿上就可以卖了。我说话你对口型，我跟你这行不行？当模特，那给我当模特，来来。来，开始啊！来，哎呀妈呀！我真变白了，妈呀！吓我自己一激灵。你看我这皮肤，不仅白，而且呀还特别水灵。
感觉一掐都能出水呢。我掐我自己，我掐我自己，我在抠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嘴舔开。干啥呀？舔是啥意思？啊，我一南方人，舔有这个字儿吗？你就告诉我舔字咋写。怎么了？看看，看看，二百多份，就这么一会儿。行啊，你小宝，哎，今天得请你喝咖啡。哎，但是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这水润般如婴儿般的肌肤，怎么可能卖出去200件？妈呀，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反正谢谢你啊，还真卖出去那么。电话。哎，宝宝。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今天要加会儿班，我多挣点钱给你买点好吃的回来，好不好？哦，妈妈，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糊弄啊。妈妈对自己可好了，妈妈怎么能糊弄呢？妈妈好多好吃的。有。你看，妈妈吃汉堡了，哦，好香哦，一会儿就吃啊。妈妈还有好吃的。你看，哎，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薯条，好吃啊！你看妈妈吃着呢。妈妈真乖，哇，拜拜。爱你啊。哎呀，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些啊？那我都来6个月了，成天在一起直播，那我什么不知道？哎，谢谢你啊。你老公呢？我们早就分开过了，现在就你们娘俩啊？嗯。哎，你信不信？如果咱三个一起过的话，能斗地主？啊？真挺会想的。你看咱们俩公司业绩最惨，我想多挣点钱吧，改善一下女儿的生活。可是就我自己不争气。你说我要是真的能像李佳琦带货带那么好，能学上他两招该多好呀，我就不愁了。那就让上天赐予你一个李佳琦吧。琪琪，我的天，我的天 ！Hello， 你们的李佳琦来喽！我的天哪，没想到你真的来了。是我来了，今天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不可以请你来当我的模特，我们一起来直播？可以，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也要，大可不必。Why？ 我觉得小宝哥你的定位已经很准了，童装最适合你了。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在童装这一块，我可以独当一面。你今天鼓励了我，谢谢。好，那我们一起直播去。好，来我们调一下。麻烦你帮我带带货，美白精华液。美白精华液，我来卖。好，那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来一场正式的直播给大家看。哇哦！3、2、1，所有女生，李佳琦来喽！我们的直播开始喽。哇，看粉丝全上来了。对，有一点点嫉妒夸张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先推荐一款我手上的这一瓶美白精华。哇哦，在推荐美白精华之前，我们第一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从来不防晒？我就没防过晒。我防。对，我跟你们说，用过防晒长这样，白白嫩嫩，非常漂亮。没用过防晒，你们肯定好奇。看好了哦，3、2、1，当当！我看长什么样？我天，跟马一个色儿啊！你没用过精华？没用过。那我们试一试。哇哦！啊！哎呀，好脏啊！哎呦，它起皮了，你拉着佳琦了。至于吗？我刺猬呀！你别拉着。家伙的！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精华要滴在我们的肌肤上，哇，你看这牛奶般的质地，那我们点在手上之后呢，轻轻的涂抹开，瞬间皮肤锃亮锃亮的，锃亮的呀，太滑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蚊子来叮我了，为啥？因为它一落在上面，直接就劈胯了，太滑了，是劈胯了，劈叉了，劈叉，对对。所以呢，美们，今天这瓶精华真的很值得入手，原价199，我们今天的直播5折。99块钱，99哦，是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来喽！没了，快点快点，秒了！哇，厉不厉害？太厉害了！这记忆太厉害了，你今天就这么一下，就相当于我一年的销量。真的吗？快看，有人夸我白。哎呀，那是夸美妆颜呐。夸我的，可不可以麻烦你？对，再帮我带带口红。没问题，没问题。既然来了，对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好好。口红，哇，美妆颜，你的口红好多哎。嗯，哎，过年擦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太行，因为这个颜色比较适合那种从来不涂防晒的皮肤蜡黄的肤色。哦，适合你放在旁边。我们涂这一支吧，好不好？这一支太适合你了。我们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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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红啊！漂不漂亮？我的妈呀，小精灵在你脸上跳舞呢！我有小精灵。那哥哥。哇！小宝哥。好美呀！等一下，回来。我来形容一下你的颜色好吗？啊，这支颜色就是小精灵在黑夜里迷路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在线人数有突破100万了。哦，谢谢谢谢谢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两位的直播。那佳琪就要先离开喽，嗯，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哎呀，这么一会儿就走了，你那个嘴巴是咋的了？我怕病人又没了。哎，但是今天真的谢谢佳琪。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吧，我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试用过，然后觉得真的好用，啊，你觉得？我就自己试用过呀。我们一定要对大家负责任。对啊，那趁着今天在线人数都破100万了，我就加班加点，我干个通宵，加油。我觉得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了爱我们的人。我觉得爱是需要陪伴的，所以今天呢，我也不能陪你们太久了，因为我要回家陪我的家人了。希望你们也可以陪你们的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过一个完美的春节，好吗？那我先走了，谢谢大家，拜拜。我觉得佳琪说的特别对，所以我今天不直播了，我早点回去陪女儿。嗯，等会儿啊，我也想跟你回家陪女儿。小宝，啊，妈呀，这口红这么有魔力吗？干嘛呀？我的意思是，你把那口红抹了再跟我回家，别吓着我女儿。啊，对，以为领个狼外婆回来了呢。好了，我们回家过年吧。走走走走走，再见，拜拜，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回家过年了。亲爱的业主朋友们，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居家隔离期间，请做好自我防护。我这是一天闲的，我都疯了。蓝蓝的天上飞老冷，往下一看都是路灯。仔细一看，那是徐峥。老徐干啥去？还扔垃圾呀？扔完马上就回来，别出小区啊！怎么着吧？你挺闲的嘛，我跟你聊聊来，来过，过这儿来。干啥呀？要整这出又咋？你说咋了？坐下。又整这一出，又开始整这出了。哪出啊？喊啥呢？老张、老李、老王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闲的吗？我看你就闲的。我觉得跟谁说话都比跟你在一起说话强。哎呀，你长本事了。嗯。今天最后一天隔离的日期到了。对呀。咱俩是不是定的9点呢？对呀。去办离婚去啊。走吧。真的假的呀？我觉得你害怕了。我怕什么呢？那走吧，来，咱俩现在走，走离婚去。你现在唠我干嘛呀？走啊，离婚去啊！现在走不了。怎么走不了呢？衣服没干呢。你不穿这衣服呢吗？我不穿这身儿。那你穿哪身儿？登记穿那身儿，离婚我也要穿那身儿，有始有终。你告诉我的。你故意的是吧？我哪儿故意了？你一早上怎么把那衣服洗了？故意让它不干吗？我一会儿还喷点水呢，干你什么事儿啊？你还敢闭嘴？走，就穿这身儿走。干嘛？你走不走？你干嘛？我踢你啊！你们干什么呀？
那个我们跳舞呢？我老婆腿功可好了，你看像我那会儿压腿，她演白雪公主，我演十二个小矮人吗？抬着她一起跳舞吗？妈，跳！你看她造型还行吧？大跳，慢慢练，慢慢练。我跟你好好唠唠。谁说的呀？啊？陪我这儿，陪我那儿。以前工作忙，我不挑你。你每天除了这些话，我就想知道能不能说点别的。你这个你要听啥？你凡是你走到我面前那一刻，要么就不说话，说话就是母夜叉。你说我有什么兴趣跟你交流？你告诉我，有这么好看的母夜叉吗？我问你。哎呀，还有这么好看的母夜叉吗？你气死我了！哎，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答应什么？答应你东西多了。度蜜月去马尔代夫，你现在就不要去马尔代夫，你哪怕拉着我在阳台抱着我啊啊，让我觉得哎，我有个丈夫，多好呀！你说你每天干嘛？你看啊，除了手机就是电脑。你看过我一眼没有？你还录我是吗？你还发小视频？我怎么让你发手机给我？看录。打谁呀、啊？你们又干嘛了？我们俩呀，啊，拍的小视频，对嘛、啊？来，你笑一个，来，重来。一二三，么么哒。哎呀，我媳妇长真好。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啊，明年我就能抱个小孙子。继续，继续。你看妈多开心，妈多幸福。可你才开心呢。我们让妈来干嘛来了？你说干嘛来了？啊，你指我干啥呀？我告诉你，指我今天我也跟你离婚。我告诉你，我今天婚离定了。谁说要离婚呢？我怎么听着有人说要离婚呢？说什么？啊，没说呀，妈。你可真搞笑。我们说，给你去办养老金。对，妈。那就不用了。现在政府啊，替我们想的周到的很。他现在办了个叫做一网通办，只要上政府的网站呢、啊，根本人都不用出去，在家就办得妥妥的。这就叫做一站式搞定。妈呀，你看我妈妈多能耐呀！妈妈，你这样，你再回去继续弄。干什么？想把我支开呀？你们两个在吵架，你以为我听不明白啊？我问你，你是不是欺负我媳妇了？啊？去，道歉。道歉，道什么歉呢？妈让你道歉。妈既然都知道这事儿了，妈我就跟你说说，你看看你儿媳妇这个母夜叉这张脸。闭嘴，懒得听你说。媳妇儿啊，你跟妈说。妈，我跟你说，行了，你也别说了，听妈说啊。这夫妻俩在一块儿嘛，马勺哪有不碰锅沿的，他就那个德性，你又不是不知道。其实啊，有的时候啊，你也替他想一想，这怪可怜的，又要还车贷，又要还房贷，每个月还得给我2000块钱生活费。哎，你等等妈，你跟他说什么？每个月他给你2000块钱生活费？妈，我是不是说错话了？说的对吗？这个，说的好像不对吧？那我钱我都没用啊，我替你们攒着呢。哎不，妈，我不是这意思啊，宋小宝啊，我跟你说好的吧。每个月给妈3000块钱，你怎么给2000啊？那1000块钱呢？哦，你个臭小子，那1000块到哪去了？妈，你是不是我亲妈？你还能不能让我过好这个年？可能那2000块钱是税后。小宝不会乱花钱的啊。不过嘛，是个男人，有的时候呢，难免在外面会有点应酬，比如说跟同事啊吃吃饭呢、啊，喝花酒啊。喝花酒。你还出去喝花酒送小宝？妈妈的意思就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桌子上摆了一束花而已。妈，你说清楚一点行吗？妈，你别害我呀！我亲妈呀，年纪大了，讲话没说清楚。其实啊，你在小宝的心目中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他心里就只有你呀。说这些，要不然的话，那八个他怎么都不要，他只要你呢？又完了，又完了吗？宋小宝，一个吗？你怎么跟我说的？认识我之前只交过一个女朋友，现在八个。听妈说，一个。一年一个，哎，一共八个。他这个小宝还是很有女人缘。小宝，妈，咱们聊点别的吧，你也别夸我了。你再这么夸呀，年我都过不去了。是，我们都冷静一下，不说话，不说话。哎呀，我的妈呀！看电视。这个夫妻吵架呀，往往婆婆是导火索。本来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事儿，一旦婆婆介入以后，这讲的什么东西？这是。换个台。哎呀，老公，我不想跟你妈在一块住了。啊？怎么了？我怎么觉得她要拆散咱们？
这什么戏啊？这是这什么编剧啊？他有资格这么写吗？他有真实生活遭遇吗？妈，你别播了，你把电视关掉。我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了，你是不是要找那个歌唱频道？对对对对对，你再找一首歌啊，就是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家和万事兴。万事香。好，你想听这个？对对对。哎，谁呀？我来，我来，谁来了？哎，谁呀？闺女，你怎么回来了？啊！哎妈，怎么了？你怎么来了？你好，我是咱们这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家不是14天隔离结束了吗？但是妹妹刚来。所以你们得重新隔离14天，重新隔离14天啊！哎呀，妹妹来的太是时候了，刚才我寻你来的怎么这么多余呢？突然之间觉得我妹妹好可爱。哇，那假如说这时候有人要去民政局呢？这肯定也不行。如果非要去的话，这人是不是很可恨啊？妹妹你真棒！来来来，接着坐。哎呀妈呀，带病毒回来的这是？啊？宋小宝，那是你亲妹呀。这酒精能那么喷呐，把人呛死了。停。啊？干嘛？嫂子给你高温消个毒啊。别动。好了，什么呀？妈，还是你对我好。好了好了，来，坐下来说，怎么回事啊？他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浓我浓的，十句话里9句都是情话，以前说啥是啥，现在啥都不是了。最主要的是他还嫌我事儿多，他嫌我提太多要求了。你说我提的要求多吗？哥，他不是多少的事儿，你这个事儿这个时候你应该提哥呀。我提了，我以为提你好使呢。结果呢？结果他说这个时候提你哥不奇怪吗？再加上你哥本来就长得好奇怪。什么话呀妈，我不管隔离不隔离了，我找他去干嘛呀？这什么个人呢？这是一个呀！哥，你拿他干嘛？我不行，我受不了了，妈！放下！我不行，我不干！不是，怎么回事啊？妹夫，说我好奇怪，这句话我跟你说，伤害性不大，但是对我侮辱性极强。听听，谁能受了？说你奇怪，你是我儿子，那不等于骂我吗？对呀，臭小子，把我六星锤拿出来，咱们得揍他去！妈，小宝，隔离14天，哪儿也去不了，要着急打个电话问问他，行吗？我给打电话，哎，问他，喂，人在哪呢？在我家呢，刚进屋，你就别来了，睡不下，你听，哭呢，听不听？哄都哄不好，你嫂子都跟着哭呢，你听听你老丈母娘怎么说吧，你瞪他娘家没人了，你废了。你废了，我就告诉你废了，咋回事啊？啊？什么？说重要的点。哦。哦。啊，那我知道了，亮吧。他是把你说服了。不是，妹妹，你跟哥说，说重要的点。疫情期间，我们都在居家隔离，家里就我俩人。嗯。不是捧着个电话，就是看电脑。这好不容易把电脑放下了，然后又把电话给举起来了。他还是拿我当空气，他完全就不爱我，他各种忽略我。哪怕他带着我去我们家的阳台吹吹风，看看阳台上的景色，我都不用他陪我去什么马尔代夫，我都感觉我自己有个丈夫。妹妹，你说这些，嫂子特别有共同感。家这是什么呀你呀？有没有当嫂子的样？劝和不劝分，我认为你那个对象人挺好的，他跟我说特别希望过完年以后买一栋房子，120平的，准备你们把孩子生到那个房子里面，让你们娘俩幸福。我是对他非常非常了解的人，我甚至比你都懂他。你们结婚之前，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了6年 ，sex year。你啥意思啊？咱俩是二婚呗？不是，我们是同事关系，上下铺关系，在一起生活6年，行了吧 ？Do you know? I don't know。我实在憋不下去了，我得说2句。人家都说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是爱情的延续，要照老妈的意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都挺好。也好，趁着今天3个人都在，妈把话给说透了。
你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不明白呀？啊，我半夜里头起来巡逻，在你房间门口一听，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人天天吵架，一个睡沙发，一个睡床，难怪我到现在都抱不上孙子。男子汉大丈夫的，没事在家里头就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跟老婆两个人吵，吵赢了你有面子，你得意吗？你们两个人也是一样，能不能彼此之间多一点体谅啊？啊，妈是过来人呐，你们想想看，当年我是怎么治你爸爸的，那管得够了吧？现在他也走了，我现在想一想我也后悔了，有的时候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他也听不见了。我想跟他说一声我想你，他也不知道了。你说你们就不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能够好好在一起的时光吗？啊，家和万事兴，你们懂不懂啊？妈，让你伤心了。我们都要记住了，没有过不去的冬天，也没有一个不会来临的春天。就好像这个疫情一样，只要疫情一过去，我们大家等到春暖花开。你给妈什么个礼物？我跟我媳妇生个大胖孙子给你玩。好，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俩要真给妈生个胖孙子，妈就不回去了，妈留下来替你们俩带孩子。那带孩子可累了，妈，那么好还得带个外孙子呢。你说话说啊，我跟阿泰也给您抱一个外孙子。妈，我替你们两个人带。得嘞，今天我跟儿媳妇我俩动手包饺子吃，好不好？好，来媳妇儿，咱俩动起来。耶，来动起来。站着站着，来我拿面面呢。妈妈厨房呢？哎，算了算了，我也来帮忙吧。打电话呀。妈，那酱油呢？酱油呢？我来在这儿。喂，阿泰，我已经想好了，等隔离一结束我就跟你好好过日子。妹妹，我也想你。慢点，凉了。先不说了。爸，慢点。哎，小孩啊，看我，对，美美的。好了，孩子们，不错不错啊。好啥呀，老宋啊，别说你这老胳膊老腿还挺灵活。不行啊，啊，这么不行。庆丰收嘛，多热闹啊，这视频往网上一发肯定火。这都录八遍了，你光研究动作也没研究词儿啊。词儿呢，你想你拍的是够。夸大米，三二一开始夸大米。我没情绪，昨天晚上我千叮咛万嘱咐告你把词儿写好，你还说你是咱村最好的导演，这是啥呀？说得好。说什么？我说他说得好。你看人家说我说的对，咱卖的是大米，你不能光拍我，得展示我们大米怎么怎么好。我觉得我是导演，你听我的。哎，孩子帮个忙行吗？啊，我给你打样啊，你是主演，我是导演，帮我录一下，帮个忙啊。啊，大家好，我们呢，这是辉南大米的主产地，吃了我们的辉南大米就像我这样，又白又胖又高又壮，不吃我们辉南大米就长这个样。行了，让人笑话吧。啥也不是。哎，我手机掉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啥也不是。听没听到人家给你评价了，啥也不是。哎，你这么整。大爷，请问这是光明村吗？对呀，你找谁？不找人，采风。采风？那你穿的少，别让风都遮了。我采风。你买蜂蜜啊？买蜂蜜过季了，你上我们这买点大米吧，我们这大米可好了。对，大爷你误会了，我是一名专业的网络短视频博主，专门是来拍短视频的。博主？我是这儿的地主，拍视频得通过我。你别通过谁了，别整没有用的。丫头，你看我们刚才我们拍的，你是不是也看到了？就弄成这样。你看能不能帮我们拍个视频呗？啊，那我可是专业的。那你就多少钱？你说话。不提钱啊。那我知道了，
给你拿50斤大米行不行？扛不起，扛不动啊。大爷包邮不？买正品还包邮啊？还挺会算账的。算了，看我今天心情好，我免费帮你们拍。哎呀，来专业的，来来来，咱坐着啊。来吧。太好了。来，你先坐啊。我跟你说，大爷，这个拍短视频介绍产品就要诚恳朴实，实实在在的有啥说啥，千万不能像那些搞小品的，有叫宋小宝的，太浮夸了。啊，我也烦他，那一嘚瑟呀，浑身嘚瑟肉，弄个鸡仔的，酸后面都得淋得死。哎，张雨绮就比较不错，你知道吧？对，你就得像张雨绮似的，稳稳当当。那你说的是真没错。我就喜欢张雨绮。谁不行？你现在准备好吗？就真情流露，就好好的介绍产品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些花花肠子，有的没的。OK。那个孩子，你跟他说的挺好，你给我说说，你看我应该怎么拍？你想多了。想拍吗？想拍呀。拿着像素高的，去那儿拍去。我这手机不行，那老人机，那把我拍成猴了。你快去给我们拍一下，压得好，能帮咱。走走走走。啊。准备好了吗？好。来，大爷，不是你离我坐着近着点儿，靠近，别出画了，来。哎呀，突然间脸还红了呢。朋友们，这是脸红吗？这分明是紫啊！哎，快点开始啊！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光明村，遇到了当地的一位大爷，大爷给大家聊两句吧。我呢，姓宋。把眼睛睁开。这宋小宝啊，个头有点小。庄稼种不少，当年有个人啊晃我一下啊，到今天我对象也没找。谁要是相中我呀，电话号码要记好，138浮夸浮夸258。停！大爷，我们这是拍摄宣传大米的广告，你怎么成了相亲了？正形都没有，让你宣传大米，不是让你推广自己。是，主要是我的婚事很重要，63了。大爷，再不找来不及了。大爷，好好先搞事业吧。来，咱们再来一遍啊，别紧张啊，放轻松。好，3、2、1，开始。老铁们，今天我来到了光明村，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这些丰收的水稻，碰到了一位大爷，大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水稻田呢，就是我们呢一年劳动的成果，看没看着？一般最高端的食材呀，都是用最简单的加工方式，我们是用最简单的种植方式种植出来的，也用的是山上留下的山泉水，啊，吸日月之精华，籽粒呀颗颗饱满，煮成米饭呢颗颗光滑，入口贼好吃。老铁们，大家都看到了吧？我们的农民伯伯啊，就是像这粮食一样的这么的朴实无华。我们辉南的大米，嘎嘎香，棒棒哒。就算是没有菜也能干两碗饭。咔，干啥呀？多烦人呐！啊，我们弄个挺好个头，你非得加那么个尾巴。我这加两句听起来有食欲。你这没事，能剪掉。那您这孩子说了很有效吗？对，很有效。行了，别给人鼓捣。丫头，这样咱俩加个微信呗。加个微信给我传过来。大爷，您这也太着急了，这视频虽然是拍好了，可是还要加上特效还有音乐呢，这样才够完美。这还说挺专业啊。哎，对对对，但是在给你们之前呢，我还有一个要求。这样，大米那运费大爷给你出行吗？没事。那就不是大米的事儿。扛回去脱衣服。哎呀，干啥？丫头，你这是啥爱好吗？这要干啥呀？没事，有我你不用怕。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他让咱俩上来就把这换上。啊，换上啊！这还用词儿不当啊！看我啊，我也有，怎么样？咱这要干啥呀？来，一人拿一个。还供饭呢？这孩子今天给谁吃啊？给你们吃的呀。那我们这儿啊，猪都不吃这些东西，老成你吃。我也不吃。还干啥呀？你们接下来要听我讲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呢要拍一个离别情感大戏，我是女一号，你是男二号，你是男三号。那男一号是谁呀？他在城里等我呢。哎妈呀！一会儿音乐只要一起来，我们就进入角色。我走到村口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哥，我走了。”
这喊差辈了，就大爷我走了吧。我走到村口的时候，你们两个就来挽留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哥。啊。我走了。大妹子，哥舍不得你走。我也是别无选择。你这一走，哥心里难受。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这生我养我的地方？妹子，咱家太穷了。等哥啥时候能吃饱饭，你再回来。哥。干啥呀？不是你有毛病吗？啊！哎，你能不能听个导演的话，尊重一下我们的戏剧表演，好不好？哎呀，太好玩了！你笑啥呀？哎呀妈呀！还说这儿太穷，就别回来了。你瞅你把你哥喂的跟猪似的，这全是板油，还送你走，能证明出来穷吗？那你瘦，你上镜，你来演。跟你来，你瘦像猴似的，你来。不合乎情境。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哥，我走了。哦。可我也是别无选择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这生我养我的地方？这儿没生过你，我也养不出来你，别回来了。大爷，您能不能讲究一点？我刚才那么辛苦都帮您拍了短视频了，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来得及了。这玩意儿还小。咱这样，丫头，你呢？你该忙忙你的，我们也领情了，咱就拉倒吧。大爷，你们怎么就这么质疑我呢？来，看看，1000个粉丝呢，那后面还有一个 W 呢，1000万，1000万了啊！妈，这还厉害呀！毛毛雨了，妈呀，毛毛雨，你不如下雹子把我们砸死了。丫头，我都明白你这千万粉丝哪来的。你看他刚才一进村跟咱俩打听那些事儿，啊，他这1000万粉丝就是骗来的，他就是想骑个牛拽个羊薅个猪，咱俩后面跟着哭卖惨吸引粉丝。大爷，这事儿啊，大爷帮不了你。你把我们这村拍的这么穷，人别的村都拍的可好了，你把我们村拍成这样，把我们村不毁了吗？是，人你这段播完了，能还能上1000万？大爷，你误会我了，我也是这个村的。不可能。你是这村的，我咋不认识？从这么大点的耗子到这么大的牛，我没有认不出来的。我妈是这个村走出去的。哎，真的开玩笑，这丫头开出去拔瞎了。你妈叫啥呢？我妈叫小兰，以前是咱们村的村花。小兰花是你妈？啊，你妈是小兰。小兰花是她妈。小兰花啊！哎呀，悲伤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哎呀，你就说这干啥玩意儿？不是，大爷啊，你先冷静一下，你哭得我汗毛孔都快立起来了。您跟我妈不会有什么故事吧？有故事，后面不就结束了吗？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劝阻，你妈不就留下来了吗？我是你大爷。谢谢你大爷。如果不是当时你插了这一杠子，我都不敢想象现在自己是个啥色儿，可能还是个盲盒，还是那种不敢拆的盲盒。孩子，没啥不敢拆，我就怕他影响下一代，一直陪他到现在嘛。所以说你妈还我那一下，我一直单身到现在。谢天谢地，我还是我，一样美丽的烟火。你说跟他妈长得真像啊，真像啊，真像啊。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吧。嗯，现在你们不质疑我的身份了吧？不质疑了，不质疑了。打小呢，我就听我妈妈讲村里的故事。
那些善良和淳朴的人一直都让我很向往。特别好，我这次回来啊，就是想拍一个系列短视频，还原过去的场景，让大家看到我们光明村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这么富裕和美好的。孩子，刚才你整这一出，这是忆苦思甜，这是正能量啊。没错，大爷，现在啊，正能量也是大流量。对，非常棒。这话说得好，杨嫂，我刚才我钻研了一圈，是你妈妈的女儿，一点不带错的。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有亲属关系了。这事儿呢，我们更应该帮你。我们家乡和村啊，就缺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帮我们。对，好好宣传一下我们的淳朴，我们的善良，还有我们用心种出来的粮食，帮我们推广推广，让所有人都看到。谢谢你，而且你不忘本了，这孩子替你妈完成了一个夙愿，好样的。要拍呢，咱别拍这一段，这一段啊一定是你妈妈给你讲的个人生的故事啊，你的记忆太深刻了。那咱拍什么呀？咱拍美好的时刻，拍丰收的时刻。那个时候一丰收了，你妈妈还有我们呢，我们一起撵大秧歌来庆丰收。咱们光明村啊，是又说又笑，是又唱又跳，不缺人才。太好了，我们开始吧。孩子们呢，把秧歌给我准备好，咱们一起庆丰收。对，来来来来来来，孩子，你会不会？我教你啊。哎，我会，我妈教过我。你妈教过你啊？孩子，你叫啥名啊？我叫小旗子。小旗子，小这名真好听，名好乖呀。那个妈妈现在挺好的。我妈好着呢。啊，那你把妈妈微信推给我呗。大爷，我爸可还在呢。那你爸是干啥的？打拳击的。再见。我逗你玩的，我把微信推给你，你别跑呀。不要了，微信不要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走开，这些个棍儿。哎呀，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了，三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来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哥，来了，你是爬来的？我走来的。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一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快、准、狠，这3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吻了，那你要啊？那给你。哎呀，我说那个吻是稳当的吻，包子呢？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送29楼去了？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我现在住这儿了。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嗯，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你放心，热乎的，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去。哎呀妈，饿死我了！这包子可真香。这谁呀、啊？车里都待3天了，还挺滋润的啊。哎呦，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哎，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咋了？一个人在车里，寂寞不？嘿，我的妈呀！你看在几点呗？当这个小区大家都下班以后，哎呀，可热闹了，人间烟火气儿十足。哎呦，你净闻着那人间烟火味儿了，饿不？不饿。看到没，树上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你别跟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胶带。给。咱们俩结婚7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你还要点脸吗？哎呀，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不信，
我们这驿站呢，先是有个杨顶天，然后啊又来了个欧阳锋，可算有个杨过，又变成王重阳了。我在羊圈里呢，就剩我这么一个天选的打工人了。那大伙儿我就照顾照顾，我就加了两天班嘛。听明白了吧？我听明白了，你挺阴的。对呀，老婆，你终于明白了。咱们俩结婚七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七年了，所以你就……七年了，我一点不刺挠。你不刺挠，你挠什么呢？三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的了。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行，你不说是吧？嗯。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哎呀，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这不是车是什么？It's my home. 这有 water 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行，这是你的 home 哈。对。这又是你家的啥呀？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呦，还能扫码呢。可以呀，扫码就走。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大可不必。包来了，快趁热吃吧，老热乎了。呀，我嫂子也在呢。是，先吃吧。我不饿。啊，你不饿了吗？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嗯，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哦、哎，那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你吃完了。淑玲、啊、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没有啊，谁说的？包着说的。嗯，咬他。淑玲、嗯、听说啊，站里的同事们全都阳了是吧？没全阳啊，谁白活的？包着白活的。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啊、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说。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不是不是，谁都不说。来，包子吃，吃饱他我走。不是，媳妇儿，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谁呀、啊？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这事儿挺八卦呀。哎，你初恋？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嗯，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你初恋你给签的，她老公呢？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这不好解释哈。更小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哎，树林儿，你说什么雪？啊，我雪花圆圆，初恋是小芳。来来来，树林儿，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挺好、啊。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你看，接了啊。哎，是35床小芳家属吧？你谁呀？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诈骗电话。对，
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就骗你点奶粉了。不是，他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接。接了。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让你哄呢、啊哎，哄哄啊！哎呀，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不哭。哥，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啥玩意儿啊？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儿子，不哭啊！儿子不哭，儿子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别哭了啊！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不是，不要脸，臭不要脸。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别呀，媳妇儿，上哪去？法院。上法院干啥去？离婚。离婚？有那么严重吗？你以为呢？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没有啊。你成家了吗？没有啊。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第三点，你手机响了。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接。喂喂，你叫宋小宝吧？对，你谁呀？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你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一点不羞愧。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我就怕你再拱上去。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别动！别动！你谁？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你是宋小宝哈？对呀。事儿是你干的哈？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嫂子，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我说。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行，你别管了，我顶上来。老婆，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你叫宋小宝，问三遍了，我是。事儿是你干的，对。你想把我怎么着？我想把你怎么着？
我还能把你怎么着？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呀，不是，恩人呐，大哥，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陪伴她，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理解。这就听明白了吧？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我一说，初恋是小芳，你就炸呀！等会儿，你刚才说啥？别听他扒瞎，啥小芳啊？他对人家有点意思，人家当年都没搭理他。真个事儿，小芳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个缺黑缺黑的小伙老缠着他，可烦人了。哎呀，就是我。别说了，丢人啊！老公，太丢人了。不丢人，你做了件好事儿。你呀、啊，你就把我看得那么小心眼儿，格局那么窄呀、啊。人老公为了支援外地，为了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你去帮忙是很应该的。我以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可爱，是个老实人。啾。妈，这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老公一定给你补回来，好好给你过一次。一定啊！啥呀？这拿你这当你家大厅呢？这还有外人呢，这还有孩子，干啥呀？这是是太恩爱了啊！太恩爱，你还在这感动呢？心真大呀！快去医院抱你儿子去。最重要一条啊，告诉那护士别给我打电话了，你才是孩子亲爹。啊对啊，大哥你放心，那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不是的干爹。哎呀，对、啊、干爹再见啊。哎，你等等，我跟你一块去医院搭把手，带孩子啊我有经验，你啊看好我们自己家孩子啊，我顺便啊去看看小芳。我走嫂子。你说你嫂子也是，显得自己可能的了，还我有经验，你就像生了四五个似的。我去看看小芳，他也看看小芳。妈，他看小芳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孩子啊！哎，我担心看出点别的事儿。哎，这两口子啥玩意儿？哎，还，哎，你这，哎呀，这可咋整？哎呦我的妈！不哭啊，不哭啊，哎，不哭孩子啊，哎，好宝贝，亲一口，哎。哎呀！要说这个雪原呐，他跟孩子哭笑没有啥关系，这都哎。